最难忘的应该就是我们在台上，然后很多粉丝在台下给我们加油喊劲那种，就特别感动那种时候，就特别骄傲吧。我觉得十年后我们会变得更好，可能会跟大家现在想象的不一样，可能我们会以后会变得会让那些现在不认可的人我们认可我们，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去变成一个让大家认可的一个偶像团体。